你走吧，叔。没办法。你走吧，但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是萌萌，萌萌太皮了。萌萌呢？哎，刚刚还在院子里玩呢。萌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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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丫头，你不想爸爸了吗？萌萌，快点出来！这平时也不会走那么远呀。赶快去找找呀！ 萌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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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萌萌
没事，叔叔。叔，是不是部队催你们了？报告了班长，我对主力正在越过敌军包围圈，命令我们赶往预定位置待命。哎，萌萌，你别说。萌萌，爸不走了，你出来吧，萌萌。爸爸真的不走了，你出来吧，别吓唬爸爸。 站起来，把这话你给我咽回去。你说我这趟回来干什么？说我回来干什么呀？有我在，我的外甥女就丢不了。就算是丢了，你现在也必须去给我完成任务。 老班长，您先别急，大胆，你把工厂钥匙给我，你留下慢慢找，我们先过去，肯定找得到。啊！记着，一辈子都不能干逃兵的事儿，走吧。 就聪明，丢不了。没事了，等我执行完任务，我拼命都会找到他的。啊！哥，我们走。大胆，走啊！
有些听众反映 GPS 在车内搜不到信号，这个问题可能是 GPS 天线安装位置不理想，您可以将导航引亮。听众朋友，刚收到消息，天湖镇车间纵火案已侦破，被害人名叫赵猛，警方正在进一步。李斌，有狙击手，火箭弹压制，火箭弹，李斌，就李斌。贺天高怎么会这么稳重呢？要不是你带的这家伙，今天还真没这么容易。虽然数量不限，但是打火把足够了。就可惜了，没能活捉那个姓贺。贺营长，命令部队向鹰嘴沟奔袭，两侧高地派出侦察。是，全体队友出发。孙总裁，到。联系队长，询问相关情况。是。孤狼，孤狼，这里是苍狼，听到请回答。没事吧？所有人，所有人，报数，报数，快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
小梁，过来。孤狼，孤狼，这里是苍狼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狼头，听到请回答。孤狼，孤狼，这里是苍狼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狼头，听到请回答。狼头，我是孤狼，我是孤狼，收到请回话。过。天哥，天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说一下你那边的情况。老班长，你们那怎么样？来，我来。天哥，你们孤狼小队成功的吸引了蓝军的侦察兵，我们已经转移到他们搜索过的区域。一切按照计划进行。还有天哥，确定要向城镇转移吗？什么？转移到城镇？天哥，我没听错吧？下一步要转移到城镇？王队长，这个计划我想了很久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李锦和大胆已经帮我们找好了藏身地点。天哥，这是违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请示过导演部啊？如果部队藏在天湖镇的话，导演部要么就不予以干涉，要么就会有新的命令，这样一来会给我们争取一到两天的侦查时间。天哥，我是担心你啊，导演部一旦判定违规，因此终止演习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我不想眼看着你拿自己的军旅前途来冒险。如果这是实战，就没有违规一说。只可惜不能跟你们一块战斗了。蓝军已经摸上来了，你们要尽快行动，我最多给你们撑十分钟的时间。天高，那你们小心。全员注意，准备战斗，快！全部都有，目标天湖镇，出发！是。霍营长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打赢了？起码这一仗我打赢了。咱们现在是在清理战场，那总得扬眉吐气一回吧。这一通仗，萧狼现在是非死即伤，难道咱还怕他几个伤员啊？老霍，你要这么想你就已经输了。王建军，加强警戒，快速通过。
火箭筒！
哎呀，有意思啊！这贺天高的兵都这样吗？你呀，战友，战友，你身上这套 CY 作战系统已经失灵了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已经退出演习了。小时候，我哥是因为我被捅死的。送他去医院的路上，他拉着我的手，一直说：“哥啊，真疼啊。”后来到医院，没抢救过来，就死了。以后我就战友吧。同志您好，我是下城日报的记者，刚得到消息我就赶来了。请问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据说是在演习中一名战士遭到了谋害。战士遭到谋害？对，警方现在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，马上会下达通缉令。叫什么啊？叫单俊。叫什么？单俊。单俊。对。3个半小时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六子，你知道军代表和旅长的意思，都是想让你多回想回想当时发生的情况。当时已经晕了，真的想不起来。旅长说想要亲自询问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，我这就带你回指挥部。路上，安心的休息2个半小时吧。到部队采访过，也是何队长的同学。去打一下，后面两个是对面的，他们肯定会去湖泊汇报案情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那我去。小心。华医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名战士是不是赵某？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
阳记者，如果你真要调查的话，就多去查查那个叫单俊的人，死绝不简单。我先走了。单俊经常赢的，把这个带上，免得他们起疑心。莎莎，你在哪？我在家呢。我问你，单俊跟你有联系吗？如果他跟你有联系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回头再跟你说。燕子，我印象中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单俊的？你看到新闻了？我问一下莎莎，是不是也认识他？怎么突然问起莎莎？我发现一个，找个时间碰一下吧，小心莎莎。下班后电话。小秘密都被我发现了。哪有？你就别装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都看见了？当然了。90后的老阿姨勾引00后的大侄子。哪有？小奶狗才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呢。
军哥，你在哪儿？别问，别说。老板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你千万不要乱走。我知道了，你也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军哥，我一定会听你的话。什么事急成这样了？你看，还是漏了。德龙，把单俊帮我们办的那些事儿妥当善后，知情的、靠不住的，通通清理。去吧。那他身边那些朋友怎么处理？比如那个欧阳燕。进来。老板，莎莎小姐来了，非要见您，我拦不住她。叫她进来吧。是。我求求你，救救俊哥吧！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。傻丫头，他是我亲侄子，我不救他，谁救他？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连个电话都不打，还让你来找我？不是，我主动来找您的。这事儿您别管了，你的重点放在胡延碧身上，在胡延碧身上要多动点心思。您打算怎么救善俊？是送他离开吗？不，身处境地之中，心不动，人不妄动，不动则不伤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把善俊安排到天湖镇，安全。我知道你跟善俊走得近，他身边的那些人你要好好斟酌，哪些是带刺的，哪些是没有必要动的，你心里要有个数。嗯，您放心吧，老板，我都明白。去吧。你怎么想？可能不太恰当，您别怪罪。我觉得单俊现在不仅仅是一枚死棋，而且还威胁到了生意，不如把他送走吧。不，正好相反，我倒觉得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好棋。瞅瞅后面车里面那俩人，是不是特别可疑？这两口子的有什么可疑的？你再仔细看看，千万不能大意。那个司机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确定？不会是肖郎的人吧？肖郎已经撤退了，不太可能。
队长，别心急，可以再远一点，我感觉他们已经有意放慢速度了。有警惕，还不来？有些话，也许我不该讲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导演部都没有叫停，这足以说明这场演习的不同寻常。所以你们两个不要想太多，凶手锁定了，他跑不了。如果我们这次跟踪摸清了蓝军指挥部的具体位置，今天晚上就可以斩首行动，演习随即也就结束了。后排那个人，我好像最近真的见过，但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肖朗的人。哎，他们拐弯了。那条路快，省油，还能超上来。沈排长，你是不是有点敏感？一急，二换。三放慢，典型的跟踪，跑不了。那你是怎么注意到他们的？这前方不可能是肖朗的全部队员，那就一定会有漏网之鱼。而且昨天晚上他们牺牲了一个战士，他们应该已经得知，亦或即将得知这个消息。那我断定，这伙漏网之鱼一定会去事发现场，送他们的战友最后一程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这是演习，啊，演习不同于实战，我们尽量让演习场上实战化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真实的牺牲在人的心里，要比在演习场上重百倍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尽量让燕六在现场钓鱼，我设置了加指挥部，只要他们打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右耳上钩。牺牲了。虽然我们查出了猛虎旅的指挥部，但是我们少了主心骨。回部队之后啊，赵猛的事儿别提了。他们停车了。我们会不会暴露了？大人了，太贼了。脱缰了，抓车斗吧。爸，萌萌，萌萌，这太危险了。萌萌，萌萌怎么在这儿？萌萌，爸爸，我叫你，你也不答应，就睡着了。你什么时候到爸爸车里的？就知道你要走了，我不想让你走。爸爸，
还有事儿呢。保持着季节，让一粒填满荒野。